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铃声，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我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铃声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这个疗剂是叫做钝叶鼠曲草，钝叶鼠曲草吓，英文系nephilim polysulfilum nephilim OK 系钝叶鼠曲草啊，咁英文叫 cutweed 啊 ，cudweed nephilim。好啦，这个疗剂咧，其实有两大嘅应用嘅地方嘅。第一个咧就系用喺一啲坐骨神经痛 ，OK， 咁这个坐骨神经痛，当然大家都了解，有都好多疗剂啊可以医坐骨神经痛嘅。但系呢个 nephilim 咧，钝叶鼠曲草呢个疗剂咧，佢个嗰个症状咧系通常咧就系坐骨神经痛加上有麻痹啊，即系可能又痛又麻痹，或者咧痛下又麻痹下，交替咁样嘅。出現嘅，咁遇到呢種咁樣嘅坐骨神經痛咧，你就記住咧係用呢、這個nephilim 啦。咁另外一種嘅神經痛咧，坐骨神經痛咧，我哋叫做咧係前腳或者前股嘅神經痛，英文叫做 anterior crural neuralgia， 即係嗰個腳嘅前邊嗰方面嘅。咁呢種嘅神經痛咧係坐骨神經痛，好痛好痛嘅，好痛好痛嘅。痛得嚟咧。佢就唔可以瞓低啊，任何喐动啊、踏步啊，或者坐喺张凳咧，亦都好痛嘅。即系佢个痛个嗰个痛到咧，好似关节咧系冇咗油，即系冇咗油嘅润滑嘅。咁而呢种嘅痛咧，佢通常咧就会想将嗰个腿咧就系、是、弯曲落嗰个腹部嘅吓、啊，即系只个脚咧系弯上嚟咧，系贴住个腹部啊，呢种咁样嘅。啊嘅種咁樣嘅痛嚇，咁、啊、我都認為呢種痛咧係屬於一種叫做嗰個前腳或者前股神經痛 anterior crural neuralgia 喺前邊啊前邊多啲嗱，咁、啊、通常咧係坐骨神經痛喺側邊嚇、啊、或者係後邊比較多啲嘅，咁呢兩種情況嘅
嘅坐骨神经痛咧，大家都可以考虑 Nephilim 吓、啊、钝叶啊鼠曲草。好啦，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是、经痛啦、啊、通常呢种经痛咧系出现咧。是那个症状呢就好似有好醉好重好胀喺个盆腔嗰度呢又醉又重呢、啊、种咁样嘅。通常呢系经量呢系比较少同埋呢系第一日呢系特别痛嘅。呢、啊、种咁样嘅情况嘅个经痛呢大家可以考虑呢一个嘅疗剂。咁仲有一个情况呢就系、是、坐骨神经痛得嚟呢加上呢是那个大子宫痛大子宫脚子宫你知道啦通常是那个尿酸、啊、痛风性的大子宫痛。啊、那这种、啊、情况呢都可以记住呢是 Nephilim, 那个钝叶鼠曲草这个疗剂。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